家好，今日带大家去下一座唔高但系有好风景睇嘅阿计山。我哋喺朗屏站出发，落咗天桥之后咧就沿云达路走。上山初段，我哋会经过一啲村屋同山粉，行过咗之后咧就可以离远见到我哋将会去嘅阿计山同埋附近市区嘅景色啦。另外啊，周不时咧都会有一啲爬山单车，甚至乎系越野电单车咧喺我哋身边经过。而正正是因为山路经常都有这些车行过，造成泥土很松散，行上来难度也都会有所提升的。来紧上山顶这段路呢，我们会见到一些巨石，可以俾大家坐低休息一下，睇下风景。喺度都奉劝大家咧，唔使太急住去登顶，因为登完顶之后咧，我哋好快就可以落到山噶啦。嚟紧嘅落山路咧，又系最难行嘅沙石路。当然，你都可以选择先搭小巴去终点城屋村，再逆行。因为咧上山行沙石路咧会较为容易。但我行嗰日咧就喺朗屏站等咗几班小巴都满座，所以究竟要喺边度出发，就要你哋自己取舍啦。条片系咁多，再一次多谢大家支持 Joey Walker， 多谢收看，拜拜。